你在这边，我可真没耐性了。唐公子喜欢的，我毁了他如何？姑娘如此烈性，你可知唐某好的就是你这口啊？无妨，毁了，毁了平添兴致。姐姐，柯姑娘别胡闹，把簪子放下。姐姐，放下。放下，听话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三十两，金哥送你了。都说美人迷眼。险些忘了今日正事了，却自己送上来。当年舒家镖局还有义父的事儿，你与齐天峰是同谋。齐天峰他也配？他哪来这么大面子？怎么，他脸难不成比屁股还白些？我告诉你，我敢动文聪，我背后自然有你想都不敢想的支撑。丫头，他是在激你，别上套。你俩今天也是，那跟些个超人在这交涉什么？接着。你已经受伤了，这里交予我。放心吧。此人身法极好，或是高手。金兄，你今日酒喝多了，不是他们的对手。退后。怕不是虚张声势吧？再试试呗。还啰嗦什么？一起上！是九。云东家竟有如此身手，爸。
夫